到现在，你告诉我，可以在原本里打王者，终究是小王出了轨，还是原本劈了腿？八个英雄峡谷三 v 三玩法，王者正版授权。话说你压的都是一家的，还需要授权吗？兄弟们，我提前体验了一下这个游戏的模式，毫无门槛。12个人四支队伍两两对战，并且由于英雄和技能呢都是1:1完美还原王者的，所以咱们王者玩家上手把玩的话几乎没什么门槛。重点是咱们王者中的传说皮在这边居然可以随便的免费用，然后在每一轮对战结束时都可以从3张天赋卡牌中选择强化自身的能力，每个英雄都可以选择不同的强化路线，就算是脆皮法师呢也可以选择漏抓路线。那如果你运气好的话还能抽到英雄的专属卡牌，而这个时候原本的技能就会因为专属卡牌而改变了。比如小乔会变成大乔，体型变大，坦度暴增，然后直接往对白身上招呼巴掌。八十八，大哥搞定，这属实是大梵天干了呀。然后后羿可以射出3只火鸡，鲁班就更离谱了，而技能从原本的射火箭变成了射自己，还能造成范围晕眩。整体玩下来呢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就是我有个建议想给到策划，就是目前的英雄真的太少了，能不能加点，比如李白、元哥这类的操作型英雄，让我的双手可以有用武之地。